女生郭碧婷过生日了，生日当天，身为寿星的郭碧婷身穿红色洛丽塔短裙，喜气洋洋，尽显时髦性感，身材曲线完美的真是让人移不开眼睛啊！郭碧婷在微博泼出一组庆生照，并配文：今天收到满满的暖，满足了。照片中郭碧婷庆生也不忘自黑，与吴昕同做鬼脸逗趣合照，连鬼脸都可以做得如此之美，也是没水了，当真是有颜真任性啊。善良的女神还特地为毛孩子们捐赠了食物，人美心善，非你莫属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，优酷娱乐整理报道，土豆娱乐生日快乐整理报道。